一个月也很难办的。蜜姐说一下，现在是一件事情。AI 三四的790。杨幂访谈。我一直都觉得自己是最好的状态，就20岁的时候觉得最好的状态，20岁挺好的，10几岁也挺好的，现在30开头也挺好的。年龄从来在我这儿不是一个标准，啊，我讨厌也挺可爱的，嗯，但是讨厌的我也是我，所以我会拥抱自己每一个样子。我愿意尝试和接纳所有的可能性，我觉得这个是存在即有它的道理。我们今天访问结束了，谢谢。